干嘛啦？有屁股放！这边怎么秃秃的？又在搞什么鬼？哦，老大大，你真的是好眼力耶！给你一个好东西。哦，你看到的时候不要太惊讶哦。低调一点。嗯。这什么意思？ 大白天的，来学酒嘞，来学校上课。哎，老爸，这不是普通的学酒嘞，这是必胜的学酒嘞。哎，阿蒋，好，还好我们有靠劳力卖西瓜赚了168块钱，没错。哎，但是168也买不到什么酒啊。对，不然我们去网咖打游戏。 不错不错不错，哎，年轻人算你是货啊！想要电动打得赢啊，就要吃我特制的小酒雷啊，让你对手输到稀烂的呀！哇，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小酒雷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不要把钱花在玩乐上面，嗯，我们把钱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哎，就这么办？哎，走走走，老大。 下个礼拜不是电竞乙组的会外赛吗？有了这个必胜小酒垒，你一定能拿到第一名。老大大，你千万不要铁齿哦，有了这个小酒垒，比赛才能够拿到冠军，才能得到苹果妹妹的芳心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那么迷信啊？哎，你不迷信，就看你相不相信。嗯。 也不铁齿，铁齿也能磨成绣花针。Delicious。这一题我们就请修助嘞。Delicious。嗯嗯嗯，请。 周玲玲上台解答。哎，修助也太好吃吧，酸味好浓。嗯嗯嗯，真的哎，天团这么做对一件事，如果这什么比赛拿冠军啊，我一定去福利社叫方妹请他们喝饮料。嗯，没错，我出钱。你们三个吃修助的也可以。 但小声一点，不要影响到其他同学，好吗？啊，张老师，我们会小声一点的。哦，嘉玲，你好会吃哦，你把它吃的淋漓尽致，他肯定死的。已经在下课，我已经请小苹果教练教室了，我们要把握最后冲刺时间，加紧练习。 女朋友是电竞经理，就是不一样哎，我选明不错哦。啊！小胖怎么上课在吃东西啊？小胖，哎，曾老师那一题，哎哎，你们不吃，我都吃完喽。 哦，辣的，然后黑椒，然后八角，嗯，好辣，嗯，那个蒜味超浓的，好爽。这熟悉的声音，这熟悉的场景，难道是米老师？你们两个竟然见死不救！ 好久不见，米老师，有没有来一点必胜小酒嘞？真的是，这个是辣的，特有味。嗯？哦，这一吃就知道是有名的那家小酒嘞，到底又干净，入味又好吃。 怎么啦？不好吃吗？
这么好吃的烧酒嘞，居然没有秘鲁或是科纳来陪衬，实在是令人太羡慕了。哎呦，反正明天就放假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喝一杯，就去你最喜欢的那家热炒店。Yes。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必胜高三生。